当老师让座自我介绍时，是什么性子？你最好仔细打听清楚。考试前三天，考试前一天晚上，当你得知明天要上早八时，当爸妈问你上课都在干什么？睡觉。当老师想要拖课时，我还有事在身，今日到此为止。上完早八后的你，爸妈问什么时候能拿奖学金时，这辈子就别做梦。老师说考试题很简单，你却不会做时，又撒谎。当看到成绩单时，当亲戚问期末考了多少分时，你不知道这是禁忌话题吗？拿生活费前，朋友约你出去玩，没钱。拿生活费后，这是我送给小妖的钱，自然不能让你们付钱。多谢客官。当你在网上吵架时，应敌。当你在现实中吵架时，蠢货。当得知国庆放假七天时，很好。深夜突然一幕的你。